我哋喺度多谢我哋坚实嘅后盾，高主教校友基金会。今日所以能够喺度举行嘅百围盛宴，其实全赖佢哋大力嘅支持。我深信有大家嘅支持，高主教书院喺未来咧，我哋一定会再有更加辉煌嘅60年，同埋我哋一定会做到我哋转呢嘅口号，就系坚毅共融，飞越高峰。2000年开始打破个斋盘，唔再系少林寺收女生，咁系好好事嚟噶，因为高主教其中个校训系包容啊嘛，咁你包容一定系要共融，共融咪一定有女生咯，咁仲有呢啲男同学咧，更加生活就平衡啲啦，到时。Thank you.
眾所周知，高主教出品必屬佳品。所以今晚亦不例外，除了一眾高主教之友親身到場支持外，還有很多來自世界各地的校友約定今日出席這個盛宴。他們來自加拿大的校友，來自美國的校友，來自新加坡的校友，來自澳洲的校友，來自中國的校友，還有一些國家我沒說的那些校友在這裡，請你舉手。話都很多，大家都看到學校近年在盧總校長帶領下有很多新的動向，如小班教學、中小有一條龍、STEM 教學等。我們校友會除了精神上支持他的話，當然也會出錢出力。我們未來其中有一個目標，就是我籌多些錢為師弟師妹們打造一個優質的學習環境。深深感受到天主對我的眷顧，以及天主是對高主教是特別眷顧，因為高主教書院在這60年裏面呢培育出很多有卓越成就的人才。在座很多位各位都是，其中一位比較傑出的大家都認同的、我們的、模範的，就是我們今晚的主禮嘉賓，我們的大師兄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先生。咁一條啦，其實今晚在座每一位呢其實都一起跟學校呢創造一個輝煌的紀錄、因為今晚我們是連開超過120席，給掌聲大家、我們一起呢創造一個我深信着大家的支持，高主教书院在未来呢我们一定会再有更加辉煌的60年，还有我们一定会做到我们转车的口号，就是坚毅共融飞越高峰。祝各位身体健康，今晚尽兴而返主宠一路，多谢大家。很多我们的师兄师弟、都来自、海外四方回来，有一个真的回到我们家大家庭的感觉。120位呢是不容易的，我來這裡差不多一個禮拜來一次這個地方主禮的，120位是不是經常見到的，我紀錄就是最多的118位而已，所以今晚高主教是破紀錄。高主教今天呢已經大家都知道茁壯成長，已經成為香港我們一間頂尖 的中學。它的特色就是除了有中學，大家都知道一條龍服務，有幼稚園、有小學、有中學，家長很周章，說即係啲細佬哥唔知點讀書，其實好簡單嘅啦。你幼稚園報高主教，你一條龍服務，唔使擔心。亦都要多謝天主教教區咧，係辦學嘅理念能夠係有教無類，係真係用心用力咧，係去管住佢你嗰種關懷關愛嘅精神咧，係真係培育我哋香港不少嘅年青人。2000年開始打破個齋盤，唔再係少林寺收女生，咁係好好事嚟嘅喎，因為高主教其中一個校訓係包容啊嘛。咁你包容一定係要共融，共融咪一定有女生咯。咁仲有呢啲男同學咧，更加生活係平衡啲啦，到時。我哋香港喺教育方面咧，係有一定嘅成就，係一個卓越嘅。但係一定係大家努力，一定係教育界努力。所以我今日咧借呢個機會咧，向所有校長、老師、教育界嘅朋友咧，致以崇高嘅敬意。你嗰種專業，你嗰種堅毅，你嗰種愛心，係孕育咗一代一代我哋香港嘅好嘅市民，對香港作出貢獻。咁最後咧，我希望今晚大家有一個愉快難忘嘅60周年嘅晚宴。咁一陣當我數完3、2、1之後咧，大家就可以撳掣，一個儀式亦都象徵住我哋今晚嘅晚宴會正式開始。3、2、1。60周年快乐，继续坚毅共融飞越高峰。今晚除了我们感恩之外，也都求主你保守我们高主教书院的中小幼3个部门继续合作无间，使能够体验到高记3代同堂的喜悦和使命。我们感求因主耶稣基督的名
求主俯听我们的祈祷，愿主与你们同在，就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。Yeah.